今次市政署義工隊參加呢個活動咧，係同一啲老人家去參觀海事博物館嘅。我覺得這個真係一個好有意義嘅活動嚟嘅，因為啲老人家平時係冇咩機會外出嘅。我哋作為義工隊一員，可以陪佢哋去參加一啲活動，見識多啲，等佢哋出嚟舒展下筋骨啦，吸收下新鮮空氣，其實係一個好有意義嘅活動。將來有機會我都會繼續參與多啲，希望幫多啲有需要嘅人啦，我哋義工隊。